我叫华建国，我来加拿大已经有30多年了。那开始的时候啊，这儿的综艺它是比较少。我呢，因为经过了好几次的车祸，所以我浑身都会酸痛，尤其是后面的脊柱是有点弯。所以以前也治疗过中医，没有见什么大效，也做过那个脊椎整理的治疗。那后来就经人介绍来见了司徒医生，司徒医生给我做推拿、针灸跟拔罐，效果非常好。而且每次是因为身体很僵硬，这个颈脖子疼、后背疼，经过他的那个推拿，尤其是推拿，对我来说特别的舒服。他推过以后就全身就放松了，所以我跟着司徒医生已经来推拿治疗已经好几年了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依靠。一有情况我就会来。司徒医生是个非常和蔼的、医术精湛的、有多年治疗经验的一个医师，所以这方面我就觉得，一要有问题我就可以到这儿来得到治疗，所以非常喜欢司徒医生，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医生。谢谢。